接下来走上红毯的，他是天天向上优秀文化的传播者，他是披荆斩棘的哥哥最佳编外，他是乘风破浪的姐姐全能管家，他是春天花会开明月桃源的探寻者，他就是主持人齐思钧。谁在大声呼喊我的名字，我依稀听见了翻涌的海浪，荣耀多少都无所谓，特别的灵魂也特别的追随。 It's my time now， 滚烫的灵魂无法被阻挡。 Come now， 逼疯的火焰尽情的燃烧吧。 Cool crowd， 一千零一夜的沉默。我是小齐，是一个还不错的年轻主持人，我会更好，谢谢。